田娘娘因为刚才的事情记恨在心，那就糟了。贱婢，就你话多。你现在去，给本宫把那上好的灵芝取来。啊！快去呀！喂。恭喜妹妹。妹妹，我刚刚才被当犯人一样审讯，可喜之有啊。妹妹洗清冤屈，平安无事，当然可喜了。我就知道这件事情跟妹妹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都是听童一个人做的。是吗？好像姐姐刚刚不是这样认为吧。妹妹，你看啊，姐姐可是给你带来了千年灵芝，给你压压惊。姐姐真是有心啊。哎，妹妹，你早跟我说听童这么为难你，我早帮你处死他了，省得闹出这么大的误会。姐姐的意思是说，在这宫里头，你想处死谁就能处死谁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姐姐是不是这个意思，姐姐心里面最清楚不过了，还需要妹妹我提醒你吗？